官叔，拜托了，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 二零三，田副司令和王团长已经带领一营冲进大国会总部，他们在那里等你。这里你就交给我吧。好，帮我把关参谋长的遗体好好安置一下，等我回来再处理。是。走。是。 已经彻底被我们剿灭，生化弹药库已经完全被我军控制住，小分队胜利完成任务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司令员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白茹同志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 女儿，爸爸，让你和妈妈担心了，让你受苦了，爸爸一直在担心你，爸爸怕你回不来了。 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，你是爸爸和妈妈的骄傲啊，女儿，我的好女儿。
我的好女儿，司令员，白茹同志真的是您的女儿？对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来，同志们，白茹同志。 她就是我的亲女儿啊！203，给你一个特殊任务，是，用你的电话给白茹的妈妈通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通讯员到，接牡丹将军飞去医院。是。 军区医院，啊，是我呀，我是老田。老田，你好吗？好，我很好。给你报一个喜，我们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。另外，还有一个人要跟你说话，你等一下啊。 白茹，是你吗？是我，爸，我的小鸽子飞回来了，我的小鸽子飞，白茹，你真的还活着？我还活着，妈。 我现在跟爸爸在一起，我跟您说过，您等着我，咱们一家三口一定要吃上一顿庆功宴。你这臭丫头，妈妈以为你都忘了呢。我答应过你的，妈妈。好。 妈妈在家等着你，等着你凯旋回来。好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俗话说，正月十五大团圆。 同志们，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，你们经受了生死的考验，怀着对东北人民的爱、对匪特的恨，浴血奋战，出生入死，取得了奇袭奶头山、智取威虎山、暗战神河庙、刀毁先遣军、谋攻。 大国魁，先后歼灭了敌特6000余人，不容易啊，了不起！这不仅是我们牡丹将军分区的骄傲，更是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骄傲，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。作为一名老兵，你们的领导，我要向你们致敬，向你们敬礼，敬礼。 同志们，刚才大家听见白茹同志，我的女儿和她妈妈通电话，说是要吃一顿庆功宴，我也要兑现我送你们出征时候的诺言，等你们凯旋之时，给你们摆酒庆功。 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像太阳，像那个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。
幸福弄你自己，我们是人民的武装，从未拒绝不屈服，你们都知道爱上热情，我们的青春好漂亮。孙达德同志，孙达德同志，您该回病房休息了。我想再坐会儿。要不然我扶您走一走。不用了，不想麻烦你们。这怎么能是麻烦呢？能帮助你们这些小分队的英雄，那可是我的荣耀。英雄？我算哪门子英雄啊？我的战友们在大沽溃浴血奋战，而我只能在这儿坐着，我算啥英雄？您不能这么说，您这不是腿伤还没好吗？一直没有痊愈啊。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坐着了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咱们的队伍胜利了。孙大德，孙大德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小白哥找到了，田副司令带领小分队打下了大锅盔，咱们的队伍胜利了。穆小二同志，请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小白哥找到了，田副司令带领小分队打下了大锅盔，咱们的队伍胜利了。白茹他还活着？当然。小分队胜利了？是，胜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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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快扶他起来！太好了，胜利了，胜利了，我们胜利了，胜利了！203带着小分队打赢了，赢了，打赢了，赢了！好，快扶他起来吧，慢点。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？我是不是站起来了？是，你的腿好了。我的腿好了。好了。我的腿好了。我的腿好了。好了。我站起来了。我站起来了。真的，我真站起来了。是，扶他起来。慢点。真站起来了。啊，真站起来了。对呀。是啊。太好了。是啊。站起来了。加油，加油！没事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我的腿好了，我的腿好了。你的腿好了。我的腿好了，我能站起来了，我能站起来了，我能站起来了。小分队胜利了。203，战场打扫完毕。战士们的遗体处理得怎么样？陈振仪烈士的遗体没有找到，但是在他牺牲地的周围找到了这个。1946年11月4日，我有幸被选拔为牡丹江军分区剿匪特战小分队成员。今天是报到的第一天，和战友们还不太熟悉，除了几位首长，还有刘新仓是老相识，只记住了几个人的名字：李弘毅、
栾超家、马宝军，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。看着他们斗气般的比武，就已经让我感受到了压力。我默默地告诉自己，陈振一，别以为自己是一个爆破专家就了不得。这里个个是能人，个个是英雄好汉。好久没有这么安静了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夜空真美啊！等以后全国解放了，和平了，我们一起看天、看星星、看月亮。等到全国解放了，我还会带你到这儿来，我们一起在这大雪原上纵情驰骋，穿林海，跨雪原。带雪橇了吗？哎，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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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
带着呢。回家，回家。巨妈妈，我和杨伯伯来看你了，在那边见没见到翠翠和李叔叔？我可想你们了。杨伯伯和舅舅他们胜利了，把所有的土匪都剿灭了。听田伯伯说，军区还要给他们嘉奖呢。徐队长，跟你汇报一下，潘朵玉登科已经死了，夹皮沟和王茂屯也都解放了，老百姓都分到了地，过上了心满意足的日子。真希望这一切你跟李书记在天之灵都能够看到。红孩儿每天都在进步，不能让他听见，怕他骄傲。他现在有好多小伙伴，都是我从威虎山上带下来的。没事的时候，他经常给人家讲土匪的罪行，还有共产党的思想。我听过好几次，样子还真挺像个小教官的。203和小白哥重逢了，我想组织上一定会批准他们尽快完婚的。如果你在，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。报告，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。什么人？看起来是个乡下人。乡下人？他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问他了，他拒绝回答，说跟我们说了也没用，指名要见您。那个人在哪儿？就在门外呢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进来吧。有奇大哥，203。哎呀，有奇大哥，你咋来了啊？哎，到里边说话。快，有奇大哥，来，咱们坐下说啊。先喝口水。哎，有奇大哥啊，你咋到这儿来了呢？我想你们大伙了。我们大伙也想你啊。哦，203。我不影响你的工作吧？不影响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永琪大哥，啊，这么大老远过来，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我没啥事儿，我吧来牡丹江买点东西，那个，哦，我顺道就来看看你，给你送点山货。203，你还是忙吧，我先走了啊。永琪大哥。你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呢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
二零三，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们共产党要我这样的人吗？尤其大哥，你想入党？我想入党。来，坐下说。二零三，我也不瞒你了，这事儿我想了很长时间了。我这几天是吃饭也想，睡觉也想。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我就跑来牡丹江想问问你，我够资格吗？游击大哥，你先告诉我，啥叫中国共产党？二零三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我只知道共产党是领穷人翻身的党，是让人民过好日子的党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，共产党是给人民服务的，我也想像你们一样。 为人民服务，二零三，我说的对吗？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那我行吗？加入共产党，首先你要先写入党申请书，然后还有入党介绍人，才能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。报告二零三，我一定积极表现，什么都不怕。 党想怎么考验我就怎么考验我，但是我还有两件难事儿。于大哥，你有啥事儿，你尽管说。第一个吧，我不识字，我想请你代我写入党申请书。这第二个吧，我想请你做我的入党介绍人。就这事儿？没问题啊。真的？真的。 就这些事儿，我全都帮你办了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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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瞧起来，扭起来！哎，老人家，老人家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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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让让让让。 让让让一让，让一让，里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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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都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哎，哎哎哎哎，青山，等等等等，青山，按照咱们夹皮沟的风俗啊，那进门必须先叫娘，不叫娘不能进门啊，对不对啊？快叫，快叫，快叫，娘。 再叫娘！你刚才喊的啥？俺没听见，咋喊一声？ 再犯第二次，青山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也是有家室的人了，做人要有担当，更要有骨气。青山，现如今有共产党跟他撑腰，咱们这些穷棒子腰杆硬着呢，你的好日子来了，不光是青山的好日子来了，是咱们夹皮沟，是咱们夹皮沟所有的人。 好日子来了！
走，我也带你一起走。青城哥，干啥呢？快点啊！赶紧把嫂子扛出去生孩子去啊！还行，你快点啊！我们走。 青山哥呀，要带三妹姐生孩子去了。哎，这可真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哎，老人家，您的意思是他们俩将来有了孩子，那就叫柴火呗？你可别说，柴火好，那柴火真的好。那是。那柴火呀，以后能把咱们的日子烧得旺旺的。哎，乡亲们。 回来了，常辉怎么样？那个，这是他让我给你的。他说，小分队里就你俩脚最大，鞋不好找。还说你整天踢踢打打的，费鞋。他说，他也就用不太上了，特意让我把这个给你送过来。 不等了，我现在就请假去。
经过了战争的洗礼，经历了艰难险阻的考验，事实可以证明，我们是一支坚不可摧、牢不可破、势不可挡的钢铁之师。现在，我们即将奔赴新的战场，战士们到！为了解放全中国，出发！
春秋。